Lucy, your eyes are filled with tears. My heart is filled with gladness. Oh, look, the orchestra's getting ready. Dance with me, George.成为受理性消费者欢迎和认可的智能型实用航空公司。
不少了，已经是吃蛮多了。And the food is good, so I'm really pleased with the plates. Yes.为国内航线奠定基础后，又相继开通了日本、中国、东南亚主要城市的国际航线，以如此优别的价格就能舒适地往返于这些城市，令人难以置信。让梦想变成现实的釜山航空，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亚洲中短程航线上的最佳航空公司。釜山航空的翅膀提供最安全可靠的飞行，拥有最高实力和经验的乘务员，世界一流的航空维修系统，是让每位乘客可信赖引以自豪的地方。釜山航空公司很好，舒适安全。让更高的梦想飞翔的釜山航空提供的特别服务，从登机前就已经开始。搭乘釜山航空，即使老人或儿童独自旅行，也绝对没有问题。为了让所有乘客都可以在釜山航空的安全呵护下，享受舒适的旅行，我们做好了所有准备。像永远在身边的天空一样。这些可爱的心形手势是釜山航空献给各位的心意。飞行中是否有不便之处？乘客需要什么帮助？细心观察每一位乘客的目光和手势，让大家在空中享受世界上最舒适愉快的旅行。这就是稍后大家要搭乘的班机。这种心意会一直延续到毕业。凭一张釜山航空的机票，就可以在购物、住宿、观光、就餐时享受特别的优惠。我们是最亲切的导游，釜山航空。釜山航空的微笑，除了飞机和机场之外，还洒向社会的各个地方。您感觉到了吗？希望今后也能向更多的人们传递我们真诚的心。坐在像家一样舒适的釜山航空的飞机上，感受像波浪涌一样的感动。此时此刻，釜山航空的梦想正在飞出大韩民国，在亚洲的蓝天上飞翔，更高、更远、更具有智慧，带着温暖的爱心和感动，飞向顾客的心中。在全世界的天空上飞翔 ，Fly Smart Air Design。掌声鼓励！想必看完了这个影片介绍之后呢，大家已经越来越期待这一次的这个釜山的这个行程了。有能够就是看到这么棒这样子的画面，告诉大家，你们上去的时候都一定会享受到这样子一个极致的服务。还有没有看到里面的这个的我们的手势，就是它是给你们这样子一个五星级的服务，贴心、爱心、细心、耐心、关心，全部都可以在釜山航空可以享受得到。所以大家期不期待？是的，所以等一下稍后呢，也请大家要好好准备这种开心的心情，直接来到我们这个釜山航空来享受最棒的顶级的这样子一个感受。而且一定要告诉大家的是，大家所搭乘的这个的客机呢，它是采用釜山航空最新的机型 A321 的系列，都是要来告诉大家这个享受一定会是非常棒的。因为呢有这样子很棒的一个见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感受。而在此同时呢，我们釜山航空的董事长，釜山航空的董事长金董事长金小天金董事长，欢迎。
这么多的贵宾们来到我们这样子一个活动当中。那大家好。好。尊敬的高雄市政府李永德副市长님，高雄国际公安公司主要官主任님，한국관광공사타이페이지사유진호지사장님，罗廷宏전주한타이베이대표부총영사님，그리고오늘이자리에참석하셔서자리를빛내주신내기빈여러분。敬爱的高雄市副市长李永德先生，高雄小港国际机场公司主任朱耀邦先生，韩国观光公社台北支社社长刘正高社长，兼驻韩国台北办事处釜山办事处罗总领事，以及百忙之中抽空参加釜山航空开扬仪式的各位贵宾们。오늘저희회사는高雄과부산양도시를잇는최초의하늘길을여는뜻깊은날을맞이하게되었습니다。今天对釜山航空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天，因为从今天起，釜山航空将为高雄和釜山开启了第一座空中桥梁。오늘의성공적인취향을위하여물심양면으로지원을아끼지않으신내기빈여러분께진심으로감사말씀드립니다。为了今天的开航，各位贵宾们投入了大量的心血，而且全力支持，再次表示最诚挚的感谢。여부산은부산시와부산의14개주요기업그리고아시아항공이뜻과힘을모아설립한항공사로서대한민국남부지역을대표하는항공사입니다。釜山航空由釜山市代表釜山的14家企业以及韩亚航空共同成立，为韩国南部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航空公司。지난10월27일로취항5주년을맞은저희여부산은지난5년간11대의항공기를도입하고부산을기점으로14개의국내노선을개설하여운항하고있습니다。今年10月27日为釜山航空开扬5周年纪念日，自开扬以来，共引进了11架次的飞机，以釜山为起点，开扬了14条国内国外航线。여부산은한국의가장공신력있는평가기관인한국표준협회와한국능률협회로부터서비스품질및고객만족도1위로평가되는쾌거를거두기로하였습니다。釜山航空很荣幸的有韩国最具有公信力的审查机构韩国标准社会和釜山能力协会，在服务质量及顾客满意度中获得了第一名的评价。또한최고수준의정시율과운항률을기록하며완벽한안전운항으로고객의신뢰를확보하고있습니다。同时釜山航空一向秉持着高遵循率和运航率以及完美的完全经营，获得了旅客们的高度信赖。이처럼저희여부산은안전하고편리하면서도경제적인운임으로고객께최고의가치를돌려드리는스마트한신용항공사로서국제항공사의새로운이정표를세워가고있습니다。便因为如此，釜山航空本着安全、便利以及经济的原则，作为智慧实用性的航空公司，便树立其国际航空公司中新的里程碑，并且不断的努力前进。尊敬的내기빈여러분，各位敬爱的贵宾们，오늘저희우선이취향하는이곳高雄은남북의정치와함께여행의낭만을맛보게할수있는다양하고매력적인관광자원을풍부하여최고의여행지로손색이없는곳입니다。釜山航空开扬高雄釜山，而高雄是一个令人在旅行中感受到南国风光和美丽与浪漫城市，它拥有丰富的观光资源，是一个绝佳旅游城市。특히기존에운영중인저희여부산의
와이페이 부산 노선과 연계하여 더욱 편리하고 알찬 일정이 가능해져 더욱 많은 이용객들이 양지역을 오갈 것으로 기대하고 있습니다. 尤其能够和釜山航空台北釜山航线密切结合，提供旅客更加便利的旅行。 釜山航空将期待更多的旅客往返两地。 아울러 대한민국 국적 항공사 중 저희 에어부산이 유일하게 타이베이와 가오슝 두 도시를 동시에 운항하게 된 것을 기쁘게 생각합니다. 同时在大韩民国所有航空公司中，釜山航空是唯一一家有釜山直飞高雄和台北的航空公司。对此，釜山航空感到相当的荣幸。 저희 에어부산이 가오슝과 부산, 나아가 타이완과 한국, 양국과의 가교 역할을 충실하게 수행하여 두 나라가 더욱 가깝게 소통하는 이용이 될 수 있도록 열과 성을 다하겠습니다. 釜山航空一定会为高雄、釜山两个城市以及台湾、韩国两个国家密切的往来与交流竭尽全力。 국경을 뛰어넘는 두 도시 간 상생과 협력의 길에 저희 에어부산이 항상 동행하겠습니다. 飞越临时的界限，在两个地区共同发展的路上，釜山航空将一路真诚的陪伴。 그동안 지원과 협력을 아끼지 않으신 모든 분들께 다시 한번 머리 숙여 감사 말씀 드립니다. 最后便感谢在这段期间支持与协助釜山航空的各位贵宾们以及所有同仁之上最诚挚的感谢。 谢谢各位。 也谢谢金董事长，撒哈雷哦，阿尼哈塞哦。OK， 把这样子的这个热情哦带给我们的金董事长。而在此同时呢，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副市长李永德李副市长也来到我们的现场了，是不是可以请大家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李副市长来为大家说几句话？掌声鼓励。 谢谢主持人啊，釜山航空啊，我们金董事长啊，以及釜山航空的团队啊，还有我们在地的主任啊，我们朱主任啊，以及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团队啊，还有我们前驻啊，中华民国驻釜山啊，那么罗代表啊，罗处长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贵宾啊，包括今天我们高雄市政府啊，我们这个刘副局长啊，包括今天刘副局长。 还有各位啊，那个旅游界的啊，先进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啊。这个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啊，那个代表陈局市长，那么来参加今天我们釜山、高雄啊两个姐妹市哈、啊，那么第一次直航啊，首航的啊这样的一个典礼啊，那么特别特别的高兴啊。那么当然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釜山航空啊，克服各种困难啊，那么实现啊今天。 这样的一个直航，那么我刚刚跟罗代表聊起哈，那么其实为了釜山跟高雄的直航呢哈，那么包括我们陈局市长啊，还有我们历任的两有两任的哈，我们这个观光局局长包括陈胜山还有许传胜啊，还有这个我们市政府的相关的单位到韩国去访问的时候呢，都会去跟哈我们釜山哈这个包括市政府。 还有釜山航空谈，啊，两边直航的问题，当然这中间呢，我特别感谢罗代表啊，因为我也去过，去为因为是自由经济示范区哈的考察，我到釜山去，那么当时罗代表呢也极力哈为我们促成哈那么釜山哈跟高雄之间的直航，那么这个中间呢罗代表用了非常非常多力，也特别特别给你感谢啊。 那么，我想釜山跟高雄哈、啊，刚刚我讲过的，它从1966年呢就建立了姐妹市的关系哈、啊。那么两边的城市的发展呢，各有它的特色哈、啊。那么也是有很多类似的相似的经验，比如说都是非常大的港口哈、啊。
那么也都非常重视文创产业，像釜山影展的话，就是全世界是前几五大的哈影展之一哈，所以有很多很多呢是建设呢可以非常交流的地方。那么我记得我应该是观光局长跟我讲没有错，就去年哈，那么我们有包机哈，那么来高雄哈，就是现在韩国是很冷，高雄是非常温暖的。虽然今天稍微有点冷，但是呢，大概像这样温度，大概也没有几天了。冬天在高雄是一个暖冬，所以是非常适合打球。那么是有11个哈、那个高尔夫球场，所以双边呢是互补哈、所以未来对于观光旅游还有文化的交流、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相信这个开通呢哈是非常具有意义的。那么对于两个姐妹市之间未来的交往，一定会更加的密切哈。所以特别哈、那个再一次表示感谢。那么我刚刚也听说，早上来跟现在出去的载客率都非常非常的这个还不错哈，80%几哈。那么我想高雄市政府呢，既然已经跟釜山哈有这种姐妹市的关系，而且开通了磁场，我们会全力哈大家互相来配合。我们务必要让这个直航呢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哈，而且也一定要让它能够满载，而且要让它能够盈利哈，那么才能够长久。所以高雄市政府跟我们釜山市政府，还有所有旅行业界哈，还有釜山航空哈大家尤其我们小港机场这个一直都应该都非常非常这个协助哈，大家共同来努力，我们祝福哈。那么今天的首航非常圆满成功哈，那么未来呢，釜山航空这条航线的哈能够班班客满哈，那么人潮滚滚，财源滚滚。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谢谢，也要特别感谢高雄市政府的努力哦，能够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提升我们这个城市的观光交流，也能够让我们高雄呢成为宜居城市的全球第一名，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好成绩。那现在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再度请我们的副市长来请上台，来进行我们的这个的献礼仪式好吗？来，请副市长请上台。在这个同时呢，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献礼仪式，也要来邀请到我们釜山航空的金董事长来，麻烦请上台。在这边呢，要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见证，代表我们在今天的开航典礼就要来正式开航了。好了，来先请我们的这个的副市长，副市长呢将要代表这个高雄市政府来赠送这么棒的陶瓷杯，这个名字叫做步步高升杯，对不对？步步高升，节节高升，就是营运哈，那个节节高升了哈。是的，好，那现在来进行我们的赠礼仪式，掌声鼓励。来，我们请我们的长官先看左边的镜头，来，麻烦请看左边，接下来是中间的镜头，最后再请我们董事长，还有就是我们的副市长来移到我们的右边的镜头好吗？来，右边的摄影机，好。已经有捕捉到这个画面了吗？好的，好，来再次的掌声，谢谢。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来透过我们釜山航空的董事长，是的，来透过我们釜山航空的董事长金董事长，也要来致赠我们这个的献礼。来，麻烦请从那边好吗？来，麻烦这边请。也透过我们的这个釜山董事长，象征用这样子一个献礼的动作呢，进行我们的高雄釜山直飞的开航典礼。来，正式开始，掌声鼓励。而能够在今天来见证到这历史性的一刻，最期望的就是所有的这些好朋友们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城市的交流，除了增加自己的能见度之外，也可以促进我们这个城市的观光度，就更多的这些好朋友能够来莅临到我们这边美好的城市。再次的热情掌声，谢谢。最后呢，再请到我们这个的礼宾来，同时再请到我们副市长来献花，来，请我们的好朋友来进行献花仪式。美丽的香水百合哦，象征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的釜山航空直航呢，能够顺利圆满，掌声鼓励。
好的，谢谢谢谢。好，同时也请这两位的这个长官也先请留步，因为接着下来呢，我们这个釜山航空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到我们的这个旁边了。先请到我们的这个釜山航空的金董事长来邀请我们这个机长来。机长，请问一下，已经有到我们这边了吗？好的，来，请我们的机长来，麻烦请到这边，要来进行我们的献花仪式。来，请机长来到这边，先由我们的这个釜山航空的董事长也都来进行我们的献花仪式。那另外一位呢，则是由我们的这个高雄市副市长李副市长来颁赠这个我们的献花仪式给我们的副机长。好，接着下来，我们也同时邀请我们的航站主任朱主任以及罗代表来进行我们的献花仪式，好吗？来，先请我们的这个长官来请上台，同时掌声也不要停止哦，要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来，请工作人员麻烦来引导一下我们的金董事长，来请到我们这边。是的，来请到我们的后方，来进行我们的献花仪式。好，来，现在呢，我来引领到我们这一些的长官们，来先请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一位一位的这样子来进行哦，还一位一位的进行。首先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釜山航空的金董事长，要来请我们的机长。来，机长麻烦请来到这地方，机长。对，先请我们釜山航空的金董事长来进行献花仪式。哦，好的，那我们就先来请我们的副市长了，来给我们的这个机长掌声鼓励。好，接着下来呢，就是由我们的这金董事长给我们的副机长，来，请我们的副机长来进行我们的献花。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工作人员用最热忱的服务来给予大家这个旅客五星级的感受。好，来，我们是不是来再一起来合照一张呢？来，请我们金董事长，不好意思，来，我们一起。好，那么就先进行了 ，OK。好，接着下来呢，第三个是由我们这个客舱长，来，客舱长，请到我们航站主任朱主任，来，请朱主任来进行献花仪式。好，请掌声鼓励。最后呢，则是由我们的罗代表，是罗代表，请我们这空服员用最美丽的微笑的这样一个很棒的贴心服务来感谢你，掌声鼓励。请到我们所有的长官们来跟我们这个机上的这一些的服务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张历史性的合照。来，小心小心，请到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可以来做协调一下。好，那我们前方的这一位的好朋友可以稍微蹲低一些些。好，稍微蹲低一些些。好的，来，我先请到我们这些的好朋友们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拍照留念。航空的这些工作人员可以稍作休息一下，那最后也请长官留步来进行我们这个的剪彩典礼。那也请我们这些在场的所有的长官们，是不是都可以来上台进行剪彩，进行历史性的一刻呢？好，来，所有的今天特别的开心呢，能够找到这些好朋友们见证这一刻。好，现在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好朋友们，是不是来可以先转到后方来进行我们这个戴手套进行剪彩仪式。稍后来提醒一下我们媒体记者朋友，我们将会来就是有两个画面来提供给大家。第一个是开采前，开采到中间。好了，最后是我们的右手边。摄影大哥都希望能够把大家最美丽、最帅气的画面拍下来啊。好，全部的画面都捕捉到了吗？OK，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正式进行剪彩。当我喊到2013高雄直飞釜山，你们就要喊什么啊？圆满成功。OK， 进行历史性的一刻了。2013高雄直飞釜山，圆满成功。掌声鼓励，请剪彩。好了，剪彩的同时，也请大家所有的画面，是的，都可以看着我们的镜头。好，最后是不是可以
好不好？来做一个最别圆满的结束，请坐的这些长官们。是的，也感谢我们的董事长还有副市长。在今天我们这个的剪彩仪式最后，我们再来做一张大合照，来进行我们这个活动圆满顺利，大哥大姐们的画面。最后再把你们的镜头的这个目光焦点移动到右边。好，好的，所有的这些。老师说你这请假给我去玩。